来来，我们来先看到哦，我们现在很着急的就是他们要打架了。好、哦，马吉非常的生气，我看他的毛都炸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家碰干嘞，我们家碰干就在哎看着他，嗯，好，我不爽，我看着你。好、哦，我们看到接下来要怎么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哦，打起来了。我们奋力一跳、哦，好像扒到，好像又没扒到。哎呀，为什么他打人是闭着眼睛的、啊？哦，打不到，愤怒的、狂怒的打了桌边。啊、哎，毛巾气死了，快气死了！碰个海，啊，跳不起来，他放弃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、哦，我们家碰干就是一只特别特别喜欢找事的猫哈、哦。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朋友，叫毛巾，毛巾，毛巾。然后我们家碰干看他就很不爽，然后动不动就要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偷袭人家。但是、啊、打又打不赢，然后叫又叫最惨，然后所以他常常就会很爱打。来来来，我们先看到哦，我们现在很着急的就是他们要打架了。哦，毛吉非常的生气，哦，毛吉真的很凶，你看他的毛都炸了，我的天哪！哇、哦，你这个飞机无敌了。然后我们家碰干嘞，我们家碰干就在哎看着他，嗯，好，我不爽，我看着你，哦，好不爽，哦，嘴巴很想骂骂咧咧，但是骂不出来，因为他骂的不比毛吉脏。来，我们想继续看下去啊、哦，来碰干碰干碰干很。毛巾毛巾毛巾更生气哦，上面是毛巾，下面是碰干哈、哦，碰干是下面那个球被椅子挡住那个球，毛巾是这个炸毛炸到无敌的那只猫。好，我们看到接下来要怎么打起来，打起来哦，打起来了。我们奋力一跳、哦，好像扒到，好像又没扒到。哎呀，为什么他打人是闭着眼睛的、啊？哦，打不到，愤怒的、狂怒的打了桌边。啊、哎，好，毛巾气死了，快气死了。碰干还。啊、跳不起来，他放弃了。好，那这局就去谁胜谁赢，来大家来评评理哈。是，你见我怎么离开？真可爱，橘子，橘子。
子，你叫我怎么离开？这么可爱，橘子，橘子。是啊，买买买！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？妈，我屁！我，买买买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买呀！妈，我屁！屁！累着没？